见过什么样的矿物色彩？是中国文人花鸟画里的落笔晕染，还是书坊临摹时笔走龙蛇的泼墨飘逸，亦或是这样这样这样，还是像这样的细致勾勒？明朝人纪昆的《花王阁圣稿》是较早记述兔儿爷的文字，提到中秋节多以泥篆兔形，衣冠具作如人状，儿女齐而拜之。这表明明代中叶以后，民间中秋已有在祭月之际拜兔儿爷的习俗。到了清朝，兔儿爷风靡京城达到鼎盛，据8月15提前10天半个月，老北京的民间艺人就到今天的垂杨柳一带挖泥打胚做兔儿爷。兔儿爷呢，它是一个时令性的摆设玩具，在清代的时候和民国早期时候呢，它作为中秋节长耳定光仙四九成的孩子们要拜的一个大神仙啊，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物件。如今的北京故宫博物馆里依旧留存着五尊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兔儿爷：祥云富贵大将军兔儿爷、莲蓬荷花兔儿爷、金光洞兔儿爷、福禄大将军兔儿爷、黑虎兔儿爷。但这五尊兔儿爷只做库房收藏，并不对外展示。随着历史远去，兔儿爷虽是最具代表性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但兔儿爷文化已逐渐式微。张忠强老师祖籍河北，是兔儿爷张的第五代传人。上世纪50年代，全家迁入北京，爷爷和父亲都曾是手艺人。张老师是当前来北京还在坚守的为数不多的兔儿爷手艺人，他手下的兔儿爷还依旧保留着地道的老北京味儿。我出生在这个北京的宣南琉璃厂这儿，我居住的一环境啊，是一个有着30几户人家的大杂院，院里边孩子多，30多户，那时候孩子多啊，有着一个一家7、8个孩子，60、70年代经济条件都不好，家里边谁的孩子要是有一个玩具，那了不起了啊，那他呢就是这个院里的孩子王。从事泥彩塑制作是从小时候玩陶土泥开始，兴趣开始。上世纪90年代，工艺美术大师双启祥复兴了兔儿爷的传统制作工艺，差点消失的兔儿爷终于有幸传承。张忠强老师因缘际会师从老手艺人杜康民学习制作兔儿爷，这一做就是20多年。陶土泥有两种，一种是自己挖，泥泞河呀、河边上、河床上挖这个粘土，还有呢就是在哪儿，这个大兴，兴那边土质啊，还有一些细沙土，两种泥放在一起，挖完之后呢，就搁院里边晾一段时间，砸碎了，风吹日晒的让这个泥去胶性，再搁一个大缸里边放上水。要是做一个好的作品呀、你原料就得提前准备好。兔儿爷的制作过程并不太复杂，张忠强老师总结做兔儿爷的要点是3分坯7分会。兔儿爷是用模子翻塑的，先要挖泥、取泥、溜泥，把泥弄熟到不粘工作台，再放入2面模里，可以根据不同作品放点棉花、麻之类的辅料，大致成型后要用水修坯，刮去毛刺和多余的泥。张忠强戏称是为兔儿爷洗澡，
还要扎耳朵眼儿，阴干五六天后，把前后两片粘在一起，在身上刷层胶水，才开始上色。要给它脱开，因为它是双片膜嘛，要脱开，慢一点，不着急。你看，这脱膜。脱膜，左手或右手啊，哎，轻轻一脱就行了。你看，这个脱膜了。脱膜，这是背面，这是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修饰修饰，把多余的泥给它拿下去，要修饰修饰它。水分多少呢？适中。水分多了也不行，水分少了也不行。湿布用这个海绵都可以，洗一下皮。兔儿爷的神韵全靠彩绘和开帘点睛。民俗学家认为，月圆之夜，人们通过祭拜月神，祈求天人尽口，人丁兴旺，子孙团圆。兔子超强的生育能力来自于太阴的庇护，因而中秋之夜，兔子便具有某种神力，装扮自然要与众不同，要扮成京剧中武生打扮，金盔金甲，脚蹬厚底靴，外裹红色战袍，下以海水江崖装饰，那长耳和三瓣嘴作为兔子特征无法改变，所以民间戏称为长耳定光仙。祭拜兔儿爷是老北京人对美好生活的写照，他们在兔儿爷身上寄托着殷切希望。粉脸是那么光润，眉眼是那么清秀，就是一个75岁的老人也没法不像小孩子那样喜爱他。脸蛋上没有胭脂，而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，红的上了油，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点浅红，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，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。老舍曾经在《四世同堂》中这样描写他回忆中可爱的兔儿爷。北京话里有许多歇后语是从兔儿爷衍生而来的，如兔儿爷掏耳朵、崴泥，比喻把事情办坏了；兔儿爷折跟头、窝了犄角，比喻办事情遭受了挫折。从这些俏皮地道的俚语看出，兔儿爷已经完全融进了北京人的生活。因为兔爷呢，在这个地区已经有400多年了，它是小孩子时候特殊的一个玩伴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兔爷呢，已经是一个新的文化元素——兔爷。传统的兔儿爷形象有很多讲究，兔儿爷的坐骑也各有来头，他们多以神兽为坐骑，不同的坐骑有不同的吉祥含义。坐相兔儿爷，相与祥同音，寓意吉祥如意。坐虎兔儿爷，虎为百兽之王，寓意事业兴盛。坐葫芦兔儿爷，葫芦与福禄同音，寓意福禄双全。麒麟寓意麒麟送子。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，深刻地表现出了老北京人乐观豁达、风趣幽默的生活和处世哲学。在新时代下，兔儿爷也变成了时尚兔儿爷。张忠强老师手下的兔儿爷包括多款系列造型，而许多企业和著名活动也会找到张老师进行兔儿爷 DIY 制作，例如疫情期间的戴口罩的兔儿爷，
华为兔儿爷、百度一下兔儿爷、俄罗斯红场兔儿爷、2020北京冬奥会兔儿爷等。张中强老师平时也经常到书店、学校去讲兔儿爷，教大家做兔儿爷。在众多兔儿爷中间，也营一眼就能发现哪些是顾客做的兔儿爷。你喜欢吗？